哎，装修好以后的沙拉嘛，以前是生态沙拉嘛，对，到现在温沙拉。我说因为一般都动作，就是现做啊。嗯。先把番茄的甜红素弄出来。对，因为番茄哈，一般的甜红素里面你没有煮的话是没有甜红素的。嗯。没有煮的时候吃番茄，吃的就是它的纤维跟水。对对。对这两种番茄。所以你等于是要做一个热的番茄酱，一直是这样的。对。会放那个五星，就是那个五星。看哦，沙拉，沙拉的材料都在这里哦。番茄，这个是葱、韭菜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无花果，还有无青，还有蛋，蛋是炒饭要用的。然后这个是那个马贝起司，然后节瓜，然后这个花我忘记是什么。这个那个洛葵花。洛葵花。洛葵就是那个红宫菜的花，它是过年。过年前到四月，嗯，是它花季的盛产。好，我把那个番茄哈、哦，整个你好都已经要炒得很烂哈、哦，因为它那个甜味啊哈、哦，还有那个西红柿才会炒出来。那回来我还加个那个番茄汁。番茄汁。对。我都很难想象这个你的这个温沙拉的形式，因为这么多汁。那我要调味哈。哦盐巴，好、哦，嗯，啊，一点点茶，一点点茶，哎，这个在家里也可以做哎，这个我跟你讲，你做这个哈、哦，对啊，吃意大利面最好。哦，所以等于是它可以拌沙拉，也可以拌面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好、哦，要再加一点点橄榄油，好、哦，对，你这个是倒是很，真的很浓郁的。嗯我讲的是容易，容易、啊，讲的容易，不，陈师傅已经大温饱了，但是你是炒就炒的容易，容易。接下来我要放那个九层塔，九层塔跟番茄，对，红油。一定要把它熬到哈，时间一定要好。你现炒的话，它那个本身番茄的那个甜味是必须出来的。嗯，好，那我现在就把它推到旁边。好，这样慢慢慢慢好。那我下一步要来煎那个芝比尼。哎，我们不是要吃温沙拉？对，温沙拉对啊，但是温沙拉里面的，因为我现在是做那个底啊。哦，对，不是生菜。不是不是，是温的。因为我想说这一阵子哈、哦，疫情这个样子，我是觉得最好是不要吃生的，因为生的东西哈、哦，嗯，有的人，哈、哦，那个怎么讲？我是觉得温的应该是对人体应该比较好。陈师傅，我们今天本来要来这里吃饭，我是王瑞兰，我现在人在 Robins 的铁板烧，本来今天来吃饭，结果陈师傅你都吸睛了，我们都歪楼了，我们本来聊天聊得很开心，结果现在都有点陈师傅在看温沙拉，在看温沙拉怎么做。这个是芝尼，是一个黄的，一个绿的。现在甜瓜好多、哦，对，我那天只在菜市场买了两条，好高兴。对啊，茄瓜好吃，然后其实是冰饮哈，茄瓜是老外的东西，然后台湾人以前就是这种东西。嗯，但是这样普遍很普遍的在流行。口感都喜欢。这个是台南来的，是台南市哈。嗯，还有泡麻，有，跟那个地瓜一样，那个地瓜也是比较甜了，对。吃起来口感完全不一样，真的很好吃。来，我们不能来了，我要吃饭了，两个陈师傅，否则的话，我们的请客都被我们飞得到处跑。现在我们看过龙葵花，再给大家看一次，它被气死。这个啦，这个我都只有看过吃熟的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小的，无精生的，还有无花果。这个比较特别，这个是松酒或者是酒松，这么大枝，不是我们的大葱，这个是法国的松酒。好，放好，吃饭哦。嘿，这个好漂亮，这个先是最好吃的酒松，别瓜其实就是清煎就好吃，我是王瑞兰，我自己吃饭。